今天找了好久，终于发现了这几个小的出气孔，我马上把它挖开。出货，好像是一窝小甲鱼。关注点每天都会给大家直播，点击头像就能看直播，正在直播中。今天在田里面发现这个洞口，里面应该是一个大甲鱼，我马上把它挖开。不是甲鱼就是乌龟，还是一窝乌龟。马上开始直播了。下面我们把它挖开，看看有没有货。正在直播中啊，兄弟们，喜欢看户外抓鱼的，点击头像进来。大冬天的，属实有点冷。看到视频的朋友们，留下你们两个。关注我，关注我。